史上最难控制的歌手苏运莹在台湾举办个人首次签唱会，心情大好的她连拍个照都玩疯了。苏苏同时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新人以及最佳女歌手，到时得奖铁定也这样疯吧。如果得奖的话，我第一个应该会先跟妈妈视频，把奖杯拿给她当做我的脸。反正就有两个想法，第一个就是我有信心我要拿奖，第二个就是不拿也没关系，回家慢慢哭。除了金曲奖，苏苏最想要的大概就是谈恋爱了吧。超级爱台湾的她，有没有考虑交个台湾男友呢？我就想嫁来台湾。我的，对，因为我自己很爱闹，就是希望他看着我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微笑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女孩怎么那么可爱，哈哈，害羞，对，自己讲到有点不好意思，最好小眼睛。